快刀切下新鲜 Q 弹的鱼皮、鱼丸、鱼肚丸，一个个依序放入碗中，搭配清甜汤头，撒上韭菜、芹菜点缀，鲜甜 Q 弹滋味吸引饕客一口接着一口。我觉得它外面有裹鱼浆啊，就是看起来很厚，对，吃起来很扎实。鱼皮有裹鱼浆，就跟一般的不太一样，口感是比较有会弹牙，吃起来会比较有口感。传统的话哈，都是烫一下，烫一下就捞起来了。你吃起来的话，就觉得可能是黏糊糊的，他们是有的是抹那个一面而已，那我是两面都有抹。新鲜口感一口就能吃到，不过受到原物料上涨，业者也苦喊难以适应。刚开始的时候是有一点影响，刚开始的时候，那现在是慢慢说适应了，因为这全部掌声响起嘛，一般都是全部都是一样啊，每个人涨完不是单单我这一家涨，每个人都涨啊。荷包抗涨，满料综合完搭配米粉，老板只卖你铜板价就能饱餐一顿。华语新闻林维凯、柯冠成、高林锦高雄报道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 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。